你有中意的人吗？有没有做梦都想梦到的人？天快亮了，我要先走了，花给你放这儿了。沈小姐，沈小姐。大小姐，你终于醒了。是我哪个眼大呀？你好像是我。用我的脸嫁给萧寒生，等我生下孩子自然会给你换回来。你姐姐的命现在可就在你手里。我是十七，不是沈姐。我们从前是不是见过？是我第一次见到你阿爹时他的样子，花像是十七。如果两幅画都是你画的，这幅画上可是他的落花。是。
为什么画？喜欢。我不许你和孩子离开我。我真的不是善妻。放开他。你会相信，还是内心？